政委啊，告诉我那三个人今晚还是搁做伙，明天不知道怪好了。竟然刚我看到一个人，就是政委的，真正是阴魂不散。告诉我政委伊也真正无死，伊一定头一个来找我算账，伊绝对无可能原谅我。我早就告到你啊，反正袂记你。三立台湾台最新八点档大戏《晚梦》。